行驶在曲江池南路长森医院门口的时候，有两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，然后挡车了。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，孩子一直哭，家长呢就联系医院。在他的通话当中啊，我听见的是孩子好像误食了安眠药，已经浑身发软了。我知道情况以后的紧急打开双闪，以最快的速度给医院赶。走到雁翔路的时候呢，堵车了，旁边有执勤的交警，我求助了交警，让警车开道，以最快的速度把孩子送到了医院。说实话还是比较担心孩子的健康问题吧，没收费，累着呢无所谓了，因为我也是现在也是做父亲的人嘛，也能理解，赶紧先把孩子抢救了，剩下的都是次要的啊。我希望孩子抢救及时吧，脱离危险，一切安好吧，健健康康的成长。